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谈谈郭怀一事件。什么是郭怀一事件？它是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最重大的一次的暴动事件，或者你可以称作起义事件。那因为暴动或起义呢，可能会有一些政治上的正反面的评价，我们不用，我们就简单讲郭怀一事件。郭怀一事件呢，就发生在荷兰人派到台湾的第十任的大员长官叫费尔堡的统治的时代。费尔堡是一个大贪官，他出生在荷兰呢德夫特市啊，所以他是一个传统的荷兰人。然后他来到这个台湾担任这个大员长官的时候，运气不太好，因为他来的时候刚好也是郑成功封锁台湾海峡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讲郑成功是为什么去封锁台湾海峡，也就是说不让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有任何顺畅的贸易来往。所以在1649年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荷兰商馆啊，就是在日本长崎的荷兰商馆的日记里面就有记载，说大员长官和评议会有报告，中国来的货品日渐减少，但是呢，逃到中大员的中国人日渐增多，有7000人以上。注意到1649年就有7000多的中国人啊移居到台湾岛，然后被认为是逃离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岛。然后这个又记载说，有日本人称啊，日本人跟中国官员谈话得知，在大员的中国移民有10000人以上，中国的移民呢，可能就有了会攻占荷兰城堡的传言，都是在1649年荷兰人所留下的记录。事实上，我们根据荷兰人自己的人口统计啊，1649年在台湾岛上有向荷兰人缴税的中国移民的纳税人口就有11339人。其中呢，男性有10501人，女性有838人，这是有缴税资格、缴税记录的男女性的人口，也就证实那个时候就有唐山骂，所以有唐山公没有唐山骂是错误的说法。但是如果以我们相关资料来推算，就是纳税人口不代表全部人口，有可能全部人口是纳税人口的 1.4 倍。所以如果乘以 1.4 倍的话，中国移民的总人数就会高达15875人。但是也有人说 1.4 倍太少了，因为当时有能力缴税的人应该只是中国移民的一小部分，所以有人主张用 3.08 倍来计算。然后 3.08 倍的话，中国移民在台湾岛在1649年的人口就会高达34924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显现出说中国的移民的人数已经跟平埔族的人数差不多了齁。到了1650年的时候，大员长官费尔堡自己估计齁，他的中国移民人数至少15000人齁，跟前面的所谓的1.4 倍的计算是很合乎的。然后到了1652年，他又估计说中国移民哈，只差两年啊，就从15000人增加到20000人，哇，成长率 33.3 哦，这个完全是靠移民，不是靠本地去生产出来的人口。1650年10月30号，费尔堡就向巴达维亚总督报告，他说现在每个月都有啊10811的人的中国移民缴纳人头税啊，但是他说齁，还有40%的人齁免税或者逃税，换句话说中国移民至少15000人以上，这是费尔堡这位大员长官自己的报告内容展示的。不过在到了1652年齁，这个跟台湾岛相关的历史事件啊一再的爆发。首先呢，当时郑成功啊还留在厦门跟金门，他的总部他的军队都在那个地方。郑成功在1652年的时候呢，想要杀掉他的部将，他的重要的一个大将叫施琅，因为小事情他要杀他。就施琅呢就被迫逃亡。就郑成功呢
不放过他。施琅逃亡了以后，郑成功却把施琅的父亲跟弟弟都杀了。所以这个时候施琅不只是逃亡，他走投无路了，怀着杀父之仇的恨意就转投到了清政府。清政府呢收到了施琅，他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了。这个就是1652年所发生的施琅事件。这个也埋下了31年以后，在1683年心怀杀父仇恨的施琅就率领了清军20000多人，战船600多艘进攻澎湖。因为澎湖当时是属于郑成功的一个根据地，就大败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因为郑成功当时已经过世了，而且彻底的消灭了台湾岛上郑延平王国这样的一个事件。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说，在1652年那一年施琅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早就有一些传说说郑成功啊在厦门跟金门聚集了很多的军队，然后想要攻占台湾，就变成台湾地区呢很多中国移民不满荷兰人统治的一种革命的论述。他说郑成功你看他聚集了大量的部队在厦门，这个显然是要来进攻台湾的啊，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机会配合郑成功起来推翻荷兰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就是后来发生的郭槐一事件啊，郭槐一事件。那结果啊，郭槐一事件很快就几天内啊就失败了，大概有4000到6000个中国移民被杀啊，有男有女啊都被杀。而且这个被杀的人里面呢，平埔族也参加了荷兰人一起镇压的郭槐一事件。平埔族呢很简单的就杀掉了2600个中国移民，而且拿了中国移民的人头跟荷兰人领赏。所以中国移民的人口呢就从1651年的19600人呢就减少到了1652年，一年之内就降到了15000人，就整整少了4600多人。但这里面还加为什么少了量没有比杀的人多，因为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中国移民陆续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啊，所以有增加的一部分。那费尔堡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贪官齁，大贪污官，上行下效齁，荷兰在台湾的统治体系齁就变成一个什么贪官集团齁。那郭槐一事件以后呢，费尔堡觉得自己是内外交困齁，就跟巴达维亚申请调职。那因为费尔堡也知道说郑成功在金门跟澎湖所部署的这些军队对台湾岛呢构成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可能也无力应付因此他跟巴达维亚报告说，中国清朝政府与国姓爷的战争，国姓爷已经失利，台湾岛很可能是国姓爷最后的去处。不过费尔堡在任的时候有这么高的一个警觉性，可是后来到了最后一任的大员长官奎一想要增强对于这个郑成功的防御攻势需要很庞大的经费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在巴达维亚的费尔堡却对奎一的想法呢激烈的反对，也就是他在任的时候他觉得要加强防卫郑成功可能进攻台湾岛，他离开了以后却反对人家去加强防备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那为什么说费尔堡是一个大贪官啊，他离开台湾岛的时候携带走了来源不明的财产，荷兰盾有35万吨。35万吨大概是什么规模啦，大概是8万头猪的价格啊，就说35万吨可以买8万头猪。在那一年的一个当年的经济体系下，这算是一个大富翁齁。不过费尔堡这个离开了台湾以后呢，继续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啊服务了20年。在1667年齁，这个等于说这个荷兰已经丢掉台湾之后，他还升任巴达维亚的副总督，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大贪官，但是也是长袖善舞的一个大贪官。但是他说他反对最后一任大员长官增加防御攻势对抗郑成功也给郑成功带来进攻台湾的有利的条件。我们要特别提一下，
在1642年到1651年这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英国爆发了十年的内战。这个英国在这十年内战是国会派跟保皇派两派激烈的征战。那当时的保皇派呢，荷兰因为跟保皇派有一点的血缘关系，所以荷兰政府是强烈的支持保皇派，支持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那国会派的领导人是谁？就是很有名的克伦威尔。但最后呢，这个国会派在克伦威尔领军底下呢，击败了保皇派。所以克伦威尔上台了以后呢，就在1651年10月制定了一个叫航海条例，叫 Navigation Acts， 他要报复荷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航海条例里面规定，凡是要到荷兰到英国跟英国的殖民地的港口，只许和英国的船只进出，不准什么，不准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出，这是有名的航海条例。所以荷兰当时是号称海上这个马车夫，那国际贸易的运输呢，它占有很高很高的比例。就这一下惨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使用荷兰的船舰来运货的话，就不可以运到英国殖民地的港口。而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在当年还算不少，不止不能运到英国去，也不能运到英国的其他的殖民地。所以荷兰的航运业一下子就衰落了，而且更惨的波及到什么？波及到台湾岛。因为台湾岛当年的甘蔗相当的丰收，甘蔗丰收，就本来甘蔗的蔗糖价格很高啊，生产量不断的扩大，结果一下子港口没有英国船可以运，因为荷兰船运的时候运不到欧洲几个重要港口，它主要还是要运到英国很多的殖民地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变成等于是英国抵制的荷兰在台湾岛的蔗糖的出口，它不买的话，然后整个价格呢，蔗糖价格就狂跌。蔗糖价格一跌的话，甘蔗田里面的甘蔗就不会有人花钱去收成，所以变成蔗农的生计就陷入困难，蔗农的投资就破产了。这是台湾岛当时在1651年这个克伦威尔制定这个航海条例以后，打击荷兰的经济力，也同时打击到台湾的甘蔗产业，所以造成台湾经济状况这个一落千丈。再加上郑成功封锁了台湾海峡，不让中国大陆的货物卖到台湾岛，所以你可以知道中国大陆经济被郑成功封锁，这个荷兰自己的海外运输行业跟这个所谓的商业贸易又受到了英国这个航海条例的杯葛，所以打击到了台湾的蔗糖出口行业。这个是可以说是郭槐一爆事件爆发的很重要的关键背景。因为以荷兰当时的实力，英国是唯一可以危及到荷兰的一个海上强国啦，所以荷兰的国力也因此被削弱了。英国当然在这样的经济制裁底下，他也受到了损失，可他损失远小于荷兰的本身的损失。所以也就在1652年到1654年英国跟荷兰就爆发了第一次的英荷战争。而英荷战争呢，荷兰战败。所以更惨，等于荷兰的国势就急剧的衰退。不过大家注意到这个英国的航海条例在1663年、1673年、1696年修改了三次。然后最重要的是在1760年开始动用什么？动用一个叫胁捕令，叫 Writ of Assistance， 就是任何人如果违反了这个航海条例，那英国啦，这个政府呢，就指示所有这个民兵啦、地方人士啊，都要协助来逮捕违规的人，而且严厉执行。结果在1760年开始也严格执行就影响到很多英国殖民地的生计。因为英国很多殖民地要出口的时候，单靠英国的货船来运不够，还要靠荷兰其他国家的运输。结果只有荷兰的只有英国的船只可以进出这些殖民地的港口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英国在美
州的殖民地啊，在殖民地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就导致1776年的美国独立啊。所以你看啊，同样一个法令，在1652年造成台湾的这个郭怀一事件，到了1776年又造成的美国的独立战争，所以一个法律影响这么大，在历史上真的是很罕见的事情。不过我们要知道说，费尔堡任期结束离开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经济结构也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原本在大园地区附近的耕地面积，他上任之前大概只有5000甲，其中米田有3700甲，甘蔗田有1334甲，就种稻米的田比种米还多。可是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他上任前大概1649年时候的一个状况。但是到了1653年哦，耕地面积，因为中国移民不断的进入台湾嘛，从5000甲增加到了8400甲啊。不过这个时候甘蔗田的面积啊就远远大于什么稻田的面积。换句话说，台湾岛上有名的米糖相克。糖的价格好的时候大家跑去种甘蔗。糖的价格不好的时候大家跑去种稻米，这个叫做米糖相克，台湾岛上一个很独特的产业现象。但到了1653年可以看得到大园的财政收入，关税、市场税、货物税、贸易利润的商业收入已经比土地税，包括什么地租啦、人头税、狩猎税多出 1.3 倍。1653年荷兰大园当局的财政收入有66万7000吨，土地收入只有28万5000吨，商业收入38万1000吨，然后总支出多少？32万8千吨，也就是说财政盈余相当好，有33万8千多吨，等于是财政盈余等于总收入的 50.8%， 所以财政状况非常好。但是很不幸的，郭怀一事件还是很严重的爆发了。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详细的解释郭怀一事件。谢谢你的收看，谢谢。